哎，这些女娃是一直在撵我，撵我走，儿子。饭，一碗饭，一块钱，25块钱的羊肉。我没事哈，啊，大哥没事。就听到一个人在那里屁话冷话的，你那幺儿还能少说点话，累得很。我发现你跟养的又丑，这东西。不到啊，拐过你的大号收不到啊，大号收不到。大号没有了啊，消失了大号。哎，原来明天早上，明天放在明天早上再吃吧。对，在下面看锅，一直在看锅，看也看不明白。小伙今天晚上吃点什么？他在学校吃的汤，就这样的汤。三号昨晚上被乖哥掰神了，在那个李公子，如果我身后有个三文的话，那就对了。他说说不清楚，而天气冷了要注意保暖。乖乖相信是风神表的大好。那搞不明白，我登也登不上。哎，现在能够有一个100多万的账号，有点感冒，大哥，稍微有一点点。欢迎我中午哥，走一走的，还是我回来冷啊！哎呀，回来叫个冰起来，好吧，外面有4-5度，我的天哪！但我们这方还好，毕竟人家北方才冷，我是吧？感谢老板。
可以不说假话吗，大哥你？我说什么假话？啊，在。我说什么假话？什么？我叫你是假话？今天喝的没有那个味道巴适。如果你要吃，家里面有，我没卖了，我不想卖了，因为我再卖，说实话嘛，我把控不了卖东西。啊，我什么低调的？就算我真不知道你说什么东西，我很高调吗？吃一个羊肉汤就高调了吗？亲日呗，找大妈，他们今天日间你赢了就不来了，我怕了不是日卷了。啊，有些东西明天再收拾他呗。大哥，晚上好。得正开播，晚的不得正。之前他跟他大哥送两个女的去，送到另外一个大哥那里，那个大哥不要，人就送到另外一个大哥去那里去了。他还好。因为你说前天吃的日系北啊那些东西，你不是北他们停留不了，你是二北他们可能听。网络越假越好，越真越不好。成些人成些事情的摆，这个整个直播间的情绪价值就高了，人就停留了。如果你真正锤子大哥给你摆，因为这里面的都不是正经人，你给他摆正经事情他不能听，你要摆点你好久管啊，啥子烟都出去了，没人，我想嫖的，我也想，只要大家高兴开心，管他真真假假，那就对了。没屌的，羊垮价了，以前卖120，卖100，现在卖60块一斤的羊肉。收拾一下，这个自己吃东西要自己收拾，不能变成，不能把这种事情让婆娘搞。老大，都大贵，你这两天不来看我，我连饭都吃不下，吃碗羊肉汤。看蒙头。咋那天你拿了个酒啊，你拿来虐我。
来的来，把你那个酒给你喝了，差不多啊。喝酒了要吃饭，肠胃真坏了，恼火得很，吃得好。